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1023页，1023页。倒数第五行，课题：续念得生。请看经文：然有续念不绝，借其善愿为本，须得往生。前面所说的，对自己的善根怀疑、忧郁、无所专注，但是他依然能相信。发心求生净土，虽然信愿不坚固，依据也不专，就是心不定，可是他能念佛，念佛相续，以念佛力就发愿力，还是能往生。正是欧耶大师所说的，能不能往生，全靠信愿之有无。真有信有愿，信愿不能坚定，是因为对极乐世界认识不够，才产生这个现象。那么这个现象人也很多，他真肯念，真正能得念佛的利益，得到阿弥陀佛的加持，他还是能往生。但知遍地，他生到哪里呢？生到遍地。遍地这个名词我们一定要搞清楚，我们看下面他的果报。世诸人等，这些这一类的人，指我们把文念下去好，以此因缘虽生彼国，不能前置无量寿所。无量寿就是阿弥陀佛，道指佛国界边，七宝城中佛不是耳，这不是佛的意思。身行所作自然去向，由此可知，极乐世界完全是我们自己感应成就的。这个里头没有阿弥陀佛的意思，是我们自己修行功夫上
有问题。啊，这就是带着疑惑去往生的。我们看这些，啊，世诸人等，指上面所说的这两类往生遍地的人，以此因缘，以修善念佛，这是一种发愿求生之因，感得了生于彼国边地，七宝宫殿，宝齿莲花，乐如桃李天，即永不退堕之苦。啊，这个永不退堕这一句重要。啊，这是真实的利益。啊，不过呢，在莲花里面500年呢见不到佛，不能闻法。除这个之外他没有别的苦。可是菩萨真正的是以此为乐，不能见佛。啊，不能供佛，不能闻法，这是大苦。啊，世间人没有觉得这是苦事啊。啊，那么他在那里生活的受用，前面我们读过，如夜摩天，这个地方呢，如桃李天，大概在莲花里面生活的快乐啊，就像桃李天跟夜摩天人一样。啊，夜摩天人的快乐超过桃李天。啊，那么这个地方呢，最重要的一句就是永不退堕。欲界天有退转，有退堕，不单欲界六层天，色界18层天。无色界4层天，总28层天，通通都有退堕、退转，甚至堕落到三途。啊，这些事经典里面记载很多，但是边地往生永远不会退堕，在边地时间最长的500年，这个500年是我们这个世界的500年。啊，极乐世界跟我们这个世界时差不一样。啊，实际上呢，它没有年月日，它是光明世界，没有黑暗。啊，也没有年月日时这种概念。啊，这是一个非常殊胜奇妙的世界。啊，我们学习这么久，对极乐世界状况多少啊有一些概念了，这个概念我们都能接受。啊，那就是往生极乐世界，他得的这个身，在莲花里面转世成智。那我们相信，这些生边地的人，莲花里面转世成智的速度缓慢，因为他一转成智，他就花开见佛。啊，为什么化不开？对佛的智慧有怀疑，化不开；对自己的善根福德有怀疑，花也不能开。啊，那么这种怀疑都是智慧不足。啊，善根福德了还欠一点。
在莲花里头补课啊，还是得阿弥陀佛威神加持啊。如果不是弥陀加持，怎么可能转八识成四智？是不可能。无量法门，八万四千法门，转世成智靠自己。啊，自立了不是他立。净宗法门完全靠他立，他立就是阿弥陀佛无量界修行的功德跟四十八愿的愿力，靠这个。不是靠自力，但是自己必须具备的条件呢，就是真心切愿，一向专念，啊，这是我们自己要具足的，啊，这些人呢，具不具足？具足，具足为什么多遍地呢？具足里头有怀疑，啊，我们是得三宝加持。寿命延长，如果不是寿命延长，我在45岁就往生了。那看看经文所说的，大概也是生遍地。啊，肯念佛，肯愿往生，对佛的智慧真的是有怀疑。那就没搞清楚了。那么这个延长这么久。我延长差不多加一倍了，到90岁就加一倍了。啊，这个是一般延寿很少有这种现象，啊，多半我们看到2期、3期，啊，或者是12年，啊，2个12年、3个12年，这个看到。啊，这个超过40多年的很少。啊，这三宝加持，啊，我们非常感激佛菩萨，啊，能给我们这么长的时间，终于把这桩事情搞清楚、搞明白了。啊，现在我不怀疑了。啊，我这个不怀疑大概5年。最近的5年，你问我，我不怀疑了，啊，非常欢喜，万缘放下，连佛法也放下了，专门念佛，啊，专攻这一部《无量寿经》，啊，跟着下莲宫黄念祖老居士的脚步来走。啊，那这个我要感恩我们的老师李炳南老居士。啊，这是他教给我的。啊，所以我有使命要弘扬这部经，宣传这个本子。啊，让净宗同学对于这个本子、汇集本跟集注产生信心。啊，我的延寿就为这桩事情。后面我们再接着看，复因疑惑之故，感得道直佛国边界，欲其城中不能得出，欲500岁不能见闻三宝之果。啊，这就是阿弥陀佛国宝，以及往生极乐世界、四土三杯九品这些菩萨们的国宝。他没见到，此界唯心所造，
业力牵引，不由他故。啊，是自己心念啊，有怀疑，对佛怀疑，对自己善根怀疑，啊，对自己造作的罪业怀疑，啊，唯恐不能去，但是还是努力，还是很认真的，啊，希望能侥幸往生，就这个念头，这就是业力，啊，所以与极乐世界没关系，与阿弥陀佛也没关系。故云佛不是啊，啊，这个事情，这个佛是阿弥陀佛，不是阿弥陀佛的意思。身心所作，心之去向，实实在在给我们说清楚、说明白了，全是心造。啊，一切法从心向生，一切境界都是自己心念所感得的。啊，我们今天在设法界六道啊，人天道里头，人道啊，乃至于三途地狱，全是业力所感的啊，真的与佛没关系，与阎罗王没关系啊，与任何人都没关系，自己的心念啊，我们堕地狱不是别人帮助我们堕地狱，不是的，是自己愚痴蒙昧啊，不了解事实真相啊，外面是个缘啊，外面缘自己不认识，看不清楚，动贪嗔痴慢的念头啊，为什么明白人功夫好的人，外面这些境界诱惑，他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他往生毫无障碍。啊，由此可知，是自己，不是别人。他能不动心，那我动心呢？怪谁呢？啊，都要。古人说的一句话说得好，行有不得了，反求诸己，自己要认真反省，过失肯定在自己这边，不在外面啊，对一切人都应该恭敬，都应该尊重啊，真是菩提道上功修功德，婆修婆德，不修就不得啊，都在自己，这才是真理啊。啊，正如华严经云，应观法界心，一切为心造啊，这句话说绝了，整个宇宙从哪来？一切就是全宇宙，就是万法啊，何其自信能生万法，那就是一切为心造啊，应观，这个观是明心见性的人，他看见了，我们应该要学他，要向他看齐啊。下面
盖心生种种法身。这一句是大乘经上说的，地狱、天堂、净土、佛国，皆是自心所现，身所去向，啊，自心变现的境界。那我们能不能生净土，或者能不能生天堂，唯是自业所现。全是自己所造的业啊！我们今天要造净业，与净土就相应啊！什么叫净业呢？无论善业恶业，不把它放在心上，就叫净业啊！放在心上，你就被染污了，你就受影响了。不放在心上，啊，断一切恶，修一切善，心地干干净净，一尘不染。啊，这种人决定得生。啊，故云，心之去向啊，出世法。三乘二乘，也包括往生，是心之去向，堕落在十法界里面，也是心之去向。啊，我们只要把这个心管好了，这就是真正的佛法。啊，师尊如是教导我们。啊，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，身边地的人，他们的状况。啊，受享受如陶立天。亦有保持莲花，你看莲花没有开，莲花里头也有保持莲花。大小宝儿，极乐世界是大的环境，莲花里面是小环境，宝儿。莲花里头也是极乐世界，自然受身，这个自然是莲花化身，啊，不是胎身，啊，胎卵是化，极乐世界只有化身，饮食快乐，如陶立天，陶立天是月界，有饮食。那我们看念老的注解，生于遍地，业于宝莲池中，自然受生，故非世间之胎生。啊，这个经上讲的胎生是比喻，胎生不自在，是这个意思。啊，小孩的时候出生要靠母亲照顾，啊，自己没有自由意志，啊，所以比喻作胎生。而时也莲花化身，这说实实在在的，实实在他还是莲花化身，啊，生活快乐了，像陶立天。啊，这个地方你注意到，就是欲结天地漏，可见得他欲没有断干净，还有欲的习气，欲断掉了，习气没断，
啊，习气要断了，绝对不会有遍地。那果不自在，啊，下面呢，这个三小段，欲其尘中啊，不能得出。他那个莲花就像一个尘一样，是他生活的环境，他没有办法离开，啊，不能够像入品，入品就是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的人，他有品位，就最低的品位，他有能力分身化身无量无边，到十方诸佛世界去供佛，去闻法，啊，去学习，这种立业了，遍地一尘的人没有。啊，因为他们没有办法离开莲花，啊，不能得出。这是第一个苦难地方。第二呢，所居甚至在地，不能随意高大，啊，不想入贫，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，他们居住的宫殿，想在地上，他就在地上；想在空中，他就在空中。啊，想大他就大，想小他就小，他是随意高大。啊，这个在遍地一尘做不到。啊，第三个呢，愚痴就是不见佛，与五百岁呀常不见佛，不闻经法。不见菩萨声闻声众，啊，这是真正苦恼就在这个地方。注解里头说，更有甚者，在于五百岁中啊，不能见佛闻法。啊，五百岁者，居汉矣，为于世间五百岁。啊，经中世间又不越彼国，故此世间呢，应知世尊说法之处。啊，是故景星法师说，五百岁呀，就是我们这个地方的年数。啊，换句话，就是人世间所指的五百年，但也不可制定此间五百岁。啊，为什么？极乐世界品数无量，四土三辈九品是六数。啊，实际上差别很大，就边地差别也因无量。如观经中，下品下生。于莲花中啊，满十二大劫，莲花放开，啊，是其常者。啊，经上确实有这个经文，在莲花里头十二大劫，啊，这个大劫事件都是就我们世间所说的，啊，极乐世界没有年月日时。啊，所以他那里没有时间的概念。啊，又如明代圆中郎弘道居士，圆弘道。啊，他的公案呢，在净宗法门里面呢，也是知道的人很多。一著西方后论功德
他往生在边地，但以智慧胜故，不久即见佛闻法。啊，那么可以由此可知，一时迷惑到边地去了。啊，什么时候清醒过来了？啊，他能忏悔，消除业障，立刻花开见佛。啊，圆弘道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啊，西方何论是他做的，介绍极乐世界，劝大家往生。啊，所以他堕边地，很快就能入品。如经中啊四十一品所言：“若此众生，摄其罪本，然后乃出，故知忏悔断矣。”乃出离之关键，时间并非定数。啊，因此，我们现在在这个时间，对于极乐跟娑婆，一定要搞清楚，要搞明白，让我们丝毫怀疑都没有。啊，这个我们的心真实愿坚固，啊，发菩提心一向专念，我们是有所根据的，有理论，有方法，啊，这决定的事。我们要在这下功夫，这什么？这是带得去的。除这个之外，世间所有一切法都带不去，佛法要搞太多了，就变成障碍了，也去不了了。啊，所以佛门里头所说的这个理念是真实智慧，就是一门深入，常时熏修。啊，我们看郭卢将往生，就这两句话了。他做到了，时间不长啊，三年，欲知时知，站着往生。那地贤法师把他再安住一个小庙，这个小庙是废弃的，人家不要的，挨个破庙。他也没有同参道友，就一个人。啊，出家剃头了，没受戒，沙弥戒都没受过，年岁大了，四十多岁。啊，住在寺庙里头，五堂功课不能做。啊，讲经不认识字，所以没法子。就教他念一句“南无阿弥陀佛”六个字，这六个字他会念。啊，你看老和尚给他说的。啊，就这六个字，你一直念下去，念累了休息。休息好了，接着念，不分昼夜。啊，什么时候累了，什么时候休息。啊，休息好了，赶紧接着念。这个方法，我们可以学，一丝毫压力都没有。啊，但是郭卢将的缘好，为什么一个人？独居，没有人跟他谈话，他的心定了，
如果两个人、三个人，就麻烦了。啊，早年我在香港讲经，也是老朋友，西城法师，东北人，他们两个人住一个小金舍，跟金山法师两个人常常吵架，意见不合，但是他又分不开，啊，这个产生很大障碍啊。所以锅炉匠的成功是一个人的，没人跟他讲话。啊，没有人跟他聊天，啊，连谈佛法都是杂心闲话。那为什么把这个一项专念呢破坏了？所以这个老实听话真干，这才是锅炉匠真正成功的因素啊！他老实，听老师教诲，真干，没有人障碍他啊！地仙老和尚给他找了几个人护持他啊，找了几个地方上家庭环境还不错的，啊，供养他的粮食，送一点米给他，啊，送一点菜，找一个老太太，念佛的老太太，啊，每天到那里去照顾他，给他做两顿饭，啊，中午晚上给他洗衣服，啊，其他没人亲近他了。一句佛号念到底，啊，往生的瑞相感动多少人，啊，虽然感动很多人，有几个人用他这个方式成就的，我相信肯定是有，没人传闻。啊，我在美国旧金山听说一位老太太，啊，这真的不是假的，啊，甘老居士告诉他的，是他的同参道友，啊，也是从大陆1949年到台湾，啊，跟我到台湾差不多是同时，在台湾就住了一辈子，啊，儿子在美国留学，啊，以后拿到博士学位，在美国工作，啊，结婚，生了小孩，把母亲接到美国。啊，替他照顾小孩，帮助他做家事。啊，老太太在美国就什么都不方便，自己不会开车，也不懂英语。啊，所以他就跟过锅炉匠的日子差不多。啊，儿子媳妇每一天早晨吃了早饭就上班了。啊，是带孙子，孙子慢慢长大了，啊，4、5岁上幼稚园了，那家里就一个人，啊，白天家里一个人，
阿弥陀佛。啊，往生的时候没有告诉任何一个人。啊，欲知是。他写了很长的遗嘱，而且把儿子、媳妇、孙子的孝服，他自己做的做好了，啊，放在床铺旁边。啊，他走是晚上走的，没有告诉家人。啊，第二天早晨起来，儿子媳妇说：“今天老太太还没起床啊。”本来早晨家事都他做的，做早饭的。今天早晨没有人烧饭，啊，打开房门看，每个老人房间没有锁的，门一打就开了，这是便于照顾。啊，看老太太穿着海青，手上拿着念珠，盘腿坐在床上。啊，床旁边有遗嘱，有他做好的家人的孝服，全部给通做好了。至少三个月之前晓得，要不然他哪有时间准备啊？哦，这个一看到儿子媳妇看，马上联络他母亲的一些朋友、佛友，啊，甘太太是其中一个。打电话告诉他，他们大家来帮他助念送往生，个个赞叹呐、啊。他保密保得很好，没有，甘老太太跟他最好的朋友都没有投消息给他。啊，真正做到了清净平等觉。啊，这个不是假的。啊，我在美国弘法那段时期，啊，真人真事。啊，同修当中念佛往生的瑞相稀有，还有好多个。啊，我跟大家报告，常常说的。马里兰州的周广大啊，这是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啊，全家都没有人信仰宗教啊，癌症末期啊，这个人是好人，在那边开个面包店，人非常老实厚道啊，到癌症末期了，医院宣布放弃治疗，让他家人接了回去，告诉他家人，他的寿命顶多只有一个月，啊，好好照顾他。啊，家人回来之后，这才到处找这些宗教，希望有奇迹出现，就找到我们了。啊，我们那个净宗学会，啊，还不叫净宗学会，华福佛教会。那因为他离华盛顿首都很近，啊，用的是华福佛教会，我是他们第一任的会长，啊，找到我们会里，啊，那个时候我不在那边，我在德州，打电话告诉我。我们派了四个同修去探望他，啊，同修们到他家里去了，看到确实是没办法再康复，所以就劝他放弃治疗，一心念佛求生净土，把极乐世界介绍给他，他有善根，一介绍他马上就接受，告诉他的太太，告诉他的儿女。不要再替我找什么药，啊！大家一起念佛，帮助他往生。啊，那么这个态度一改了，一念佛的时候，他痛苦就没有了。本来癌症很痛苦，念阿弥陀佛不痛苦，
这很高兴，这有效果。念了三天三夜，他走了。临终才结束。啊，火化的时候还有舍利。啊，那么这就是证明《弥陀经》上所说的“若一日，若二日，若三日，到若七日”。啊，一生没有接触过宗教，不知道念佛，最后的三天，啊，头脑清醒，是他的福报啊，他不迷惑啊，啊，不怕死啊。啊，把生死放下了，一心念佛求生净土，他真成功了。啊，这都是我们最好的榜样，告诉我们这个事情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例子很多啊。啊，我们再看底下这段，是胎神明，为什么叫做胎神？其人智慧不明，智精佛少，心不开解，意不欢乐，是故于彼为智胎神。这个胎神是指这个意思。啊，念老的注解，其人。就是指生到边地的人，智慧不明，愚痴无知，智经佛少者，与大乘经所知不多。啊，心不开启，苟然深重，故不能心开意解也。那至今不多，我们今天用这一部经行不行？行。这一部经的脊柱啊，就是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。里面有83种经论，他所引用来注经。83种经论，110种古大德著书成就的，所以这个经这个注啊，至今多矣，不是少啊！啊，这是念老精心。从这么多经论里头、著述里头选出来的，啊，句句都是精华了，太难得了。这个老人6年时间呢，全心全意，啊，找到这么多的资料。我第一次到他家里去，啊，他带我到看他居住的地方，他小房间，啊，他们家整个面积大概就和我们十几平，啊，他自己的房间，这个一半大点，可能一半还不到，啊，1/3这么个小地方。一个床铺，一张桌子，书就堆在旁边。我看到很惊讶，你从哪里找到这么多的资料？这我们想找都找不到啊，找到这么多啊！佛菩萨的感应，这话是真的。啊，真的心想事成，你想要什么，他就来。
我在台中跟李老师学楞严，那个期间是3年。那我复讲，他星期三讲经，我星期四复讲。啊，复讲的时候，我有6个同学，带我7个人。啊，我们组成这么个小组。啊，那么这一部经很难得，同学们通通推我，从头到尾让我讲一遍。啊，我在台中学经呢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学习的方式。啊，那么复讲我也参考一些古大德的著述。啊，但是复讲原则是讲老师的。啊，我听经，因为老师是一个星期讲一遍，我们的时间很多。听经要做听经的准备。啊，我有几种重要的参考资料。长水疏、正脉疏，这主要的参考资料。云音法师的讲义，孙中侠的直接。啊，另外还有灌顶法师的。有些这些东西我通通都看，我每天看一样，啊，大概是四五天的样子，啊，心里头啊都有数了。听讲的时候，听李老师怎么讲法，啊，李老师用的主要参考资料是云音法师的讲义。啊，我手上所有的这些参考资料一共有20多种。啊，老师提出来几乎我通通都有。他说你怎么会有这么多？我要学这部经的，而且以这部经是主修的。啊，我跟香港智开法师联系，让他尽量替我找古大德的注解。现状书跟我找了20多种。啊，我对智开法师很感激。啊，老师要参考资料，我都供养供给他。啊，听经先前做准备，然后看老师怎么讲。啊，我怎么个想法？啊，一个星期上一堂课，对我来讲，我有充分时间。啊，我的能力还可以加一堂，如果硬性上2堂，我行；上3堂、4堂，那我的压力就很重。准备不出来呀，没那么长的时间。啊，在同慈光图书馆，我还要服务啊，担任一部分工作。啊，听经要做充分准备。啊，准备足了之后，想到我怎么想法，听老师，老师他怎么讲法，他的优点比我好的地方在哪些？我们才会有进步啊！遇到难题，向老师请教。啊，我原本在台中
没出家之前，就是接受老师的条件，我学了，住了1年3个月，15个月。15个月当中，因为老师教进修班20多个同学，每个人只能修一部经，所以顺序深谙入学的先后，我是最后进去的，所以我排名排在最后，没有轮到我，我就出家了，出家缘成熟了。出家，我在三藏学院教书。那个时候我旁听老师叫讲经，2个人坐在他面前，一个讲国语，一个讲台语，实际上他们是一份讲稿是相同的，讲稿要自己写，老师讲你要记住，把讲稿写出来，不行啊，他记不住啊，所有的同学统统记的时候把讲稿全部给他，他拿回去啊，再整理成一个完整的讲稿，讲给我们同学听。我们听了之后啊，挑毛病，批评他，他再改正。改正完了之后，第二次再讲一遍，第三次登台，就正式上台了。他上台，我们同学一定全部都要去听。对他做批评，他的优点，他的缺点，帮助他进步。老师这个方法很开明啊，所以我在旁听，我都听会了。我有2个长处，同学们很少有。第一个，记忆力很强。听老师讲一遍，我在1个星期之内复讲，可以讲到大概95%。第二个，我理解力很强。老师讲的我能够领会。所以学讲的同学没有完全会，我在旁边全听会了。我教佛学院，我有13部经，一个学期教一样，3年毕业才用6种，还有7种没用上。所以我对佛学院就有意见了。星云法师在佛光山办了一个东方佛教学院，请我做教务主任，我在那做10个月，学生有130多个人，我给他建议分组，可以分40个组，3个人1组，一组呢专学一部经，期限是4年，4年专学一部经，1个小组学一部。我说4、5年之后，佛光山可以出了真正培养讲经的人才，肯定超过30个人。10年之后，佛光山这些法师肯定超过我，不会在我之下。我不领法，我知道多少都能贡献出来。那个时候佛光遍照世界，他听了是很欢喜，他不行，这不像学校啊。我说学校出不了人才，李老师那个师傅出人才，我就告诉他。
我在那边学的是一个月学一部，啊，我能讲，啊，所以在那个时候我能讲十三部经，啊，所以也是不行，要学大经。我在那里最大的是《金刚经》，普贤行愿品，啊，这两个字这不够分量，所以我想到了这个华严、法华、楞严这样的大经。啊，我又回到这里。啊，我预备的是法华经，也带了20多种注解到台中去。老师说，楞严跟法华差不多，我现在正在开讲楞严，你就好好的学习。啊，我就不要再分心了，否则的话还得找出时间来教你。啊，分量，法华跟楞严差不多。啊，教义也都是相等的，啊，都是大乘原教的教义。啊，所以我就接受了，接受临时改这个本子，我的参考资料就困难了。啊，楞严经在当时能买得到的，圆印法师讲义，孙中霞县居士的楞严熟楞严经直解，就这两种。啊，我跟香港智开法师联系，请他尽量替我找，智开法师帮了很大的忙。啊，找到了，马上寄给我，什么时候有钱，什么时候付钱，这就方便了。啊，半年当中给我找了20多种。啊，这是在台中啊打的基础啊。啊，那么佛光山星云法师不能接受，我就离开了。啊，那个是现在学校这个方式，一天有3-4门课程。啊，前一个课程还没有吸收，马上就换第二个，这怎么能学得成？啊，所以3年毕业，一部经都不能讲，于是多可惜。啊，如果是像小部经来学习的话，3年至少可以学30部啊，一步一步的学。啊，学的时候他专门在一门上，他不分心。能深入啊，啊，一多一杂，学知识可以，啊，自己要有体会，要有受用，做不到，啊，讲经在教化别人更办不到，啊，李老师的教学法好啊。啊，我们在台中真正得力了。啊，那么我学哲学跟方老师那也好，单独教我。啊，一个老师一个学生，一张小圆桌。啊，学东西到一。往后我深深体会到，绝对不能杂，不能乱。现在学校里头这种教学的方法跟课程排列的方法把人都糟蹋掉了，个个人都能开悟啊，这种课程都开悟不了了，
学常识啊，所学的知识叫佛学，不是学佛。学佛跟佛学是两把事情。啊，那么龙溪大学建成之后，啊，课程的排列、教学的理念跟方法，肯定是西方式的。啊，我会为这个问题要跟总统长谈，啊，要让他了解，啊，我们来做实验。啊，所以我跟总统讲，我会来住一年，啊，教一部《无量寿经》。啊，有几个同学专修这个本子，我们来做个示范，让其他教授啊看看，真正做出示范，他们才会认真思考。没有这个示范，他们不相信。啊，一定要做出来。啊，学生260种，一年到头心里头只有一桩事情，只想着一部经典，一桩事情，能够领会。啊，这个领会就是其义自见，他会开智慧。啊，他会学得很快乐，很高兴，啊，非常有进步，啊，有收获，法喜充满。啊，很多门功课排在一起，学生学得很累，很烦，啊，会厌倦，啊，得不到法喜，啊，学而时习之。不亦乐乎？啊，那么杂那么多，你怎么学？啊，只有一门深入。啊，一门深入，老师也一门深入，学生也一门深入。啊，老师跟学生同时提升，同时成就，这个好。啊，那么这一部经是非常非常理想，啊，你看念老，啊，收集这么多经论，啊，那么这些经论，他所引用的，引用的好，但是所引用的这个里面的经文。祖师的开示，我们必须要查参考资料。啊，这个同学们下了功夫了，这是《净土大经科注》参考资料，两本，上下两册，啊，通通都查出来了，就是我们现在用的参考资料全在里面。省很多事啊！这个对我们学习很大的帮助。啊，一年的时间，一天8个小时，啊，学习。我要不要像现在这样天天跟大家讲呢？不需要，我跟大家天天讨论这个里字字句句里的这深刻的意义。我跟你讨论这个，啊，讲呢是你讲给我听，啊，你们跟我学的人，每一个人上台讲给我听，我们用老办法。我们可以用圆柱，长椭圆形的桌子，圆柱，
学生不能多。5个学生就很多了。一个学生讲一个小时。我基本上不讲解，我把我的光碟给你，参考资料给你，上课的时候你讲给我听。讲完之后我们深入了讨论。这个字很重要，重要在哪里？我们要怎样来学习它？自己的真实的受用。所以这里面包含了83种经论，110种祖师大德的著述，成就的基础。这是一门东西，至今多矣，不是孤陋寡闻呐！这一部经牵涉整个大藏，宗门教下显教密教意思全都有啊，完全的，非常有味道。要烦恼清，要智慧长，天天烦恼清智慧长，你学的时候怎么会不快乐呢？苟然慎重，故不能心开意解。这就是放不下，一定要学放下，放下才真快乐啊！这个一两年，因为大家晓得。我们要办3桩事情，3个大学。马来西亚的汉学院，斯里兰卡的隆禧大学，宗教大学。所以很多人供养送来了。我在银行开了个户头，那个钱天天增加。我在想的时候麻烦了，所以很认真考虑，我成立一个基金会，组成董事会来管理，我银行的户头改成基金会的户头，我就没事了。这个基金会叫做我们不忘本，从根本上下手，汉学，汉学包括儒释道。汉学文化教育基金会。所以儒道通通都照顾了。儒释的照顾，用这个汉学院这个基金来帮助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再现。最重要的，我们是培养师资，典籍没有问题了。我们可以放心了，四库全书不会再失掉了，不会失传。前年再版。台湾纪念民国100年，找了商务印书馆跟世界出去，希望他们再版，印全书，印回要，作为一个纪念，他们的经理，总经理。马上就想到我，把这个信息告诉我，我一听了欢喜因为第一次印的时候数量少，全书只印了300套，会要只印了200套，
啊，为什么？树太大了，成本太高了，卖不掉。啊，那第一次我买了一套全书，现在放在澳洲。啊，会要我买了不少，先后啊，这几年总共买了70多套。啊，主要送给中国大陆每一个省、自治区，特别是啊，图书馆呢和大学，我选的是大学，啊，都收藏一套。啊，那个时候，商务权这个权属没有了，我买的最后一套。现在这个信息来了，啊，正好我有这么多钱，啊，就统统打发掉了。啊，我跟商务印书馆订了100套，分送给全世界著名的大学图书馆去收藏，不会再遗失了。啊，它分开了。啊，会要我就又订了200套，我是这两个书界的书店的老主顾，大主顾。这书店都欢迎我啊！他们是这个世界过去以赚钱为目的，现在改了，现在以复兴传统文化为目的，不以赚钱为目的了。价廉物美呀！啊，我有好书都交给他们印了。啊，全书只要找到了，那个没有版权了。我说版权就算是你家的，啊，非常好。版权所有是欢迎翻印，啊，这就是改变的，啊，这就是真正的替中国文化做出了贡献。啊，不以赚钱为目的，以弘法利生为目的。啊，我们100套全书送完了，还有人问我要。啊，我找一些商务印书馆，现在的技术啊非常高明，在以前。一定要印多少套，成本才够。现在印一套，他得给你印。啊，我只要一套，他就给你印一套。啊，所以我又买了11套。啊，所以我买全书啊，一共买了112套。啊，一套，啊，我后买的。价钱也跟从前老价钱一样，5万美金一套。啊，买了112套。啊，会要呢，买了270多套。啊，为什么？为保传下去，不会失传。啊，世界上灾难很多，不可能统统消失。总会有一些留下来的，啊，为这个，这是人类文化的宝藏。全世界的人，不分国籍，不分族群，不分宗教信仰，都应该要学习的，就是智慧嘛。啊，从个人修身，齐家治国平天下。啊，智慧、理念、方法、经验、效果，统统记录在这些本子上去。
啊，所以这个东西我们到处分送。啊，现在印尼回教大学图书馆特别有个房间，摆我送他的书。啊，校长到这个地方来访问，告诉我，今年打算开汉学院。啊，原来没有汉学院，现在学校要开汉学院，这是好事情。啊，那么要念得懂疏忽，一定要学文言文。文言文是四库的钥匙，啊，要先教文字学、汉字跟文言文，至少啊要用2年到3年奠定这个根基，然后他们就有能力。看得懂是苦，这个时候我就希望他们真正的发现，为人类文化做出最大的贡献。啊，四库典籍多啊，也是在里头选一种。用10年的时间好好学习，啊，10年学通了，啊，那就变成世界上第一流的汉学家，真正的汉学家，啊，把中国这些典籍，我们在国际上，我不说是这中国文化，是人类的文化。啊，全人类最宝贵的这个文化遗产，这套书啊，保存的最完整的，在中国四库全书里头。啊，而且中国是用文言文写的，文言文的好处是没有时空界限。啊，这种文章，古人看得懂，啊，2000年前人看得懂，2000年之后的人还是看得懂，没变质。这是世界上所有国家的文字都做不到的，唯独中国有这个发明。啊，文言文超越时间，超越空间。啊，所以我们希望20-30年之后，文言文变成世界上共同的文字。我们向这个方向努力。啊，帮助这个世界，啊，真真实实的化解。帮助这个世界永续的安定和谐，啊，希望永远没有战争，啊，汤恩比相信孔孟学说大乘佛法能做到，我也相信，啊，我们好好努力，其而不是，现在看这个机缘越来越成熟了，啊，中国国家领导人意识到这一点，啊，我们的国粹是真正的宝啊，真管用啊。啊，印尼
全国中小学正式学《弟子规》啊，全国中小学超过150,000所。啊，国家主管的这个官员到我这来访问，啊，告诉我《弟子规》怎么教法，啊，他们现在已经把《弟子规》这本书翻成马来文，印尼也是用马来文。啊，我给他介绍的是蔡老师的40个小时的细讲。我说先把这个也翻成马来文。啊，学习，他真正学习落实在学习了。我们马来西亚汉学院的老师可以帮助你们。啊，希望你们的老师到马来西亚来学习。我们的老师也可以派到这个印尼来协助。啊，用远程教学的手段。否则的话哪有那么多老师，15,000多所的学校，一个学校一个老师就得超过15,000人，培养来不及啊！啊，老师要不断的培养，要办专门的学校啊。那现在正好大学办汉学院，这问题解决了啊，汉学院来培养这些老师，用国家的卫星电视台，用网际网络来教学。啊，学校，啊，这些学习的学生都要报名，要注册，自己在家里学。啊，一个学期，或者是2-3个月，这个学校呢，派老师去啊，接见这些学生呢，做考试啊，这样就可以了啊。这是现在澳洲的方法啊。澳洲在学校读书，毕业之后没从来没到学校去过啊。香港、澳洲学校。学生就不少啊，大概每3个月有一次测验，成绩测验啊。那么毕业典礼的时候，学校派老师就在当地举行，方便很多啊。这个方法特别是汉学老师少，要采用这个经文。幕后以上述种种原因，故称如是人等为太僧啊。所以太僧这是一个名词，不是实际上啊。那么下面在正式啊入位了的化身因缘啊，分两段，前面是因，后面是果。因里头要分两段，第一个明心佛智，这是不明心的。若有众生明心佛智，明了之后相信啊，乃至圣智啊，佛智是一切智。
这里面就包含前面所说的五种智慧，断除疑惑，这是具足对于教理极乐娑婆实际上的形象都能够了解，都能够明白，这样建立的信心好。下面一段呢，信即善根。虽然不能完全了解经义，但是相信自己有善根，信即善根，做诸功德，至心回向也行。注子里头说，相信自己有善根，善根是什么？善根就是信心。相信佛经上所说的是心是佛，是心作佛，这是大善根。相信六祖能大师所说的何其自信能生万法，变法界虚空界一切法都是从自己心想变现出来的，这个要相信。这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啊？是当今科学的问题，哲学的问题。宇宙从哪里来的？万法从哪来的？万物，佛教叫万法，科学叫万物。生命从哪里来的？科学分科，近代这些量子力学家，他们把一生的精力用在微观世界，天文学家那是用在宏观的宇宙，探测无穷大。微观宇宙的时候，就探测原子、电子、粒子，这最小的物质现象，这科学分工都是专攻物质现象这个谜解开了，物质究竟是什么？这是最近20多年的事情。佛经上讲到最小的物质极微色，极微之微，被科学家发现了。佛说这不能分了，再分就没有了。他们把这个极微之微打破，真的没有了，物质现象没有了。看到什么呢？念头波动的现象。这就说明物质是什么？物质是念头。波动现象所产生的幻象，彻底搞明白了。德国的科学家普朗克，这个人是爱因斯坦的老师，他是专攻物质到底是什么？
啊，在他最后的报告，根据他一生的研究，世界上根本没有物质这个东西，物质是假的。啊，就是说，物质的本质是念头，没有念头就没有物质。啊，发表这个论文，啊，指出地球上这40多年的科学文明方向搞错了。啊，所以搞得这么困难，还带来许多灾难。啊，那就是什么二分法，把整个宇宙分成物理、心理。啊，物跟心两桩事情。啊，现在才知道，物跟心是一桩事情，不能分。啊，心跟物是合在一起的。分不开，佛法做到了。佛法讲什么？讲五蕴：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。受、想、行、识是心法，色是物质。啊，心经念的人最多。啊，观自在菩萨，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。那五蕴是？色心都是不是真的。现在色搞明白了，是真的是假的，那心，心还没搞清楚。啊，心就是念头的这个现象，它掌握住了。啊，念头生灭的速度太大了。频率太高了啊！但是今天科学的技术有能力捕捉到1000兆分之1秒，有这种技术啊，所以他才能看见物质到底是什么。跟弥勒菩萨所说的完全一样，那心里呢？心理现象就是这个念头波动的现象啊，频率太高，好像它一生呢立刻就消失了啊。这个楞严经上佛又说，当处出生，随处灭尽，佛经上都找得到啊，科学好不容易发现的，所有人全有啊！啊，当处出生，随处灭尽。生灭，跟不生灭了，化成等号。啊，确实有生灭，但是生灭的相，你观察不到。你也想象不到啊，好像是不生不灭，它又是生灭，所以说生灭错了，说不生灭也错了啊。怎样才能了解这个真相？生灭不生灭这个念头统统放下，事实真相在你面前啊，生灭不生灭全放下，这是定功啊。也就是清净平等到极处，宇宙现象全浮出来了，你全看到了，你完全掌握到了。科学家靠数学，靠仪器啊，观察到事实真相，虽了解事实真相，不得实用。啊，实用是什么？是神通。
天眼、天耳、他心、宿命，科学家没有啊。但是在甚深禅定里面，这些能力全恢复。佛法高就高在此地。你知道不起作用，我知道有作用。所以今天我们用科学来证实佛法，佛经上非常难懂的地方。用科学来解释，大家就不怀疑了。那么第二个，相信自己善根，相信自己有真心有本心，这是大乘法里最重要的心根，无根无力里头，心根心力。从根产生力，它就起作用。下面信即善根，信即善根做诸功德智行回向，相信自己有善根，外面有神仙，他们是已经证入，我们现在在后头追，内重机灵自己的灵性做诸功德智行回向，灵性没有生灭，灵性就是心德，是自性的起用，宇宙怎么来的，是自性起用，起用是自然的，没有原因的。那在我们的世界里头，我们不是第一义，是第二义。第二义呢，众生有感，自性有因。佛是完全回归自性，自性就是佛，佛就是自性。佛没有形象，不是物质，也不是念头。也不是自然现象，它没有，通通没有，它无时不在，无处不在，我们六根缘不到，像光，像电波，我们有感，它就有应，怎么个应法，完全随顺。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。众生想见什么相？见佛相就现佛相，想见菩萨相，现菩萨相。想天人的相，就现天人相。自性没有起心动念，没有分别之处，全是从众生感而应的，感应道教啊，不可思议。那我们相信自己有善根，用自己的善根做诸功德，做成功德，回向给众生，回向给菩提，回向给自性，这与性的完全相应。
如果回向自己，我见未忘啊，还有我，我见是所有烦恼的根。同样的呢，它也是所有一切善根的根。看你走哪个方向。啊，随顺着我，就变成自私自利。啊，要随顺众生，那就是菩萨道。啊，随顺信德，这是无上的佛道。啊，方向呢，我们能把握住啊。啊，在我们今天现前的环境，我们把它回向西方极乐世界，回向阿弥陀佛，这个好啊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我们确实是有这个必要，换一个环境来学习。啊，在法界虚空界里面，最好的老师，无过于阿弥陀佛。为什么？诸佛赞叹，阿弥陀佛是光中极尊，佛中之王。我们要拜老师，要找个好老师，啊，佛中之王啊！啊，释迦牟尼佛称赞，一切诸佛称赞，肯定错不了。啊，所以一心一意向往极乐世界。啊，到这个地方肯定成就。世尊在这部经上讲得非常清楚，讲得非常明白，我们才敢后面果报。但其圣贤，圣是佛，先是法身菩萨，介于七宝化中，自然化身。啊，戒没有遗漏一个。这个法门确实万修万人去。啊，只要如理如法，没有一个不化身的。啊，通通是七宝化中啊，自然化身。啊，自然是没有起心动念，没有分别之处。啊，坐上莲花，莲花就合起来了。啊，戒淫的时候，你的时候花开了。啊，你进入莲花之后，花就合起来。这一合起来，就产生水变。产生变化了，啊，什么变化呢？转八识成四智，莲花有这么大的作用啊！莲花的因呢，是弥陀的本愿；莲花的缘是我们自己发生发心求生净土。我们有这个心，七宝池里花就长出来了。我们的心愿越坚强，花就越大。啊，念佛的心恳切，光色越好。所以我们的念佛要分秒必争呢。啊，这一秒钟没念佛可惜啊，这时间错过了。啊，希望念念都是佛好，念念与阿弥陀佛感应道交。啊，你看，家福二祖，
啊，在莲花当中像佛一样的这个姿势坐在里头，须臾之前，时间不长，很短了，身相光明、智慧、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。啊，通通是在佛前莲花化身，光明智慧功德成就具足菩萨，这个菩萨是化身菩萨，啊，十报土的化身菩萨，同居土，下下品往生。生到极乐世界，也是跟十报土的化身菩萨没有两样。这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，一定要相信。啊，相信佛，佛的智慧，佛的德能，佛的愿力，佛的神通。啊，相信这些，我们自信通通具足，只是我们在迷，得不到受用。啊，虽然是迷，阿弥陀佛加持我们，让我们自信里头这一些智慧的能通能现前。啊，因为是本有。啊，阿弥陀佛有这样大的能量啊。我们决定不能怀疑。啊，幕后皆是疑惑所致。说其太僧者，500岁中不见三宝，不知菩萨法事，不得修行功德，无因奉事无量寿佛。当知此人叙事之时，无有智慧疑惑所致。啊，注解里头，反之，心中疑惑则堕太深，500岁中不见三宝，皆由无有智慧疑惑所致。是以断疑生信，至为切要。啊，有名经文，总名极乐太深化身因果之相。这说清楚了，啊，这后头的两句比什么都重要。断疑生信，至为切要。啊，我们学校经教为什么？无非就是断疑生信。啊，真正不疑，真正生信，经教可以不要啊。锅炉匠做出榜样，一句佛号。啊，民国初年修无私给我们做出榜样，也是一句佛号。啊，修无私的这个公案记录在《银城回忆录》里头。啊，谭虚法师的故事。啊，谭虚法师是东北人，他的老师是地仙。啊，地仙法师，你是北方人，北方没有佛教，但是北方的佛缘跟你很深。东北所有寺庙都是谭虚法师建立的，啊，他建立10几个寺庙，啊，这是其中的一个，哈尔滨的极乐寺。极乐寺建成了，谭老传戒，请地仙老和尚做德阶和尚。啊，那个时候传戒是53天，
啊，传戒期间当中，修五识来挂单，来做义工。啊，没有住几天，他向老和尚告假。啊，老和尚是慈悲。你不想干了，你离开就随你去了。啊，当家师定西法师，没有老和尚的修养。啊，去责备他。啊，你这个53天嘛，应该圆满之后再离开吧。啊，怎么这个时候要离开？他就说了：“我不是到别的地方去，我到极乐世界去。”哦，这俩老师到极乐世界，这大事。啊，问他几时？不出10天。到第二天那个老和尚，我明天就走了。啊，修无法师没出家之前，泥水匠不认识字，啊，没有学过经教，就跟锅炉匠一样，一句阿弥陀佛。啊，他在道场里面做苦工，粗重的活，别人不愿意做的，他统统做。啊，在戒期当中做这个示现给大家看的，啊，让大家看到念佛往生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地仙老和尚对他很佩服啊。啊，这是来做佐证传。那我们要认真反省，不应该有疑惑。啊，疑一定要断，非断不可。我们的信心在真，在切，愿心在切，所以这重要，比什么都重要。啊，今天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